那什么？那是砸金蛋呢？这个就是那我眼给你弄睛。开。哦，还有一个防护镜，这个防护镜你用不着，用不着啊，拿着小锤子行了，抓一个，然后砸，抓一个砸吧，看能砸出来什么玩具，砸吧。哎，别那么使劲，放那，放那，手拿走。行了，可以拆开了，拆开吧。哇，什么啊？继续砸。我看，哇，这个，这个应该是个小梳子吧。这个长一起了。那你换一个砸，换一个砸。啊，这，嗯，砸吧。哇，小车。赛车。嗯。我一共抽到两个。嗯，继续抽。好的。小恐龙。啊，这刚才妈妈弄开的。欢乐儿童节，砸鸡蛋，再砸，换那边砸，这边，行了行了，你都砸烂了，这什么？好，继续，这咋没有声音？哇，是空袋吗？你看看，应该是个小梳子。你看看你打开看看，这个居然没声音，这还有空袋吗？难道？没有啊。砸，使劲砸，别砸到手就行啊。反了，拿反了，锤子拿反了。对对。别伤到手。刚才我看到里面有个东西。我也看到了。我的天，这什么？我看这什么？你继续砸吧。小熊啊。我很厉害的。我就抽这么多文字了。那你想不想拆了？你要不要拆完啊？要，好吧。这蛋怎么这么难砸呀？哎呦，我的天！硬掰。硬扣，又是个小车车。我又抽到两个小车车了。哇，这么多，走吧。你看妈妈给你捏啊。不要捏。咱看是你锤子快还是我手快？哎，这个叫，咱把这那哈罐罐都是扔这里面哈，一会儿扔了。坏了。啥坏了？你放哪？放哪？一会儿给你收拾。咋？你还砸其他的？继续。
么那么厉害？我可了。哎呀，快点呀！拆完咱走，咱去吃小龙虾去。这个你可还用锤子就行。你打不开就叫我就行。嗯。先放着，没坏，到时候给你一弄就行了。那就先不打了吧。这些不砸了是吧？先回来再砸。行，好吧，走吧。走，打爸爸去。找爸去。对。